那牢里头鬼咳嗽是怎么回事？想明白了没？我还是想不明白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到底是谁在咳嗽啊？没人咳嗽，因为咳嗽的不是人。不是人，那是鬼啊。不是，是一只癞蛤蟆。癞蛤蟆？嗯哼。是啊，可真苦了那只癞蛤蟆了。我呀，先往他嘴里割了两颗胡椒，用绳子把他嘴绑起来，他就……真是罪过，罪过。走吧。原来在离开监牢之前，你们放的几只癞蛤蟆，就是，阿弥陀佛。难怪宝玉哥常跟我说，江湖五花八门的，耍的全都是一点绝，什么神通法术啊，都是骗人的。是啊是啊，迷信者当戒之，当戒之。别什么当戒指当耳环的，咱们呢还是关心一下朱喜儿的下落。哎，是不是那个河边渡船的，就是三夫行帮的？嗯，我只知道他姓吴。其他的我就捏不成团了。谁说捏不成团啊？还有点眉目呢。孟公子，哎呀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对呀，不光是我在这儿，还有一个人呢。出来吧。玉哥。思思。玉哥。哎呀，怎么在这儿？玉哥。我和邓兄兄啊，也是昨夜获报，由锦衣卫带着两名刽子手进入县衙。我尽快赶去，与他们究竟。不料，锦衣卫层层锁戒，几番折腾，也没搞出真相。我们只得专往这里，哭后柳三刀回来，可把我急的。多亏两位恩人相救，才能与你在此相遇。水妹子，多谢你们。哎呦，古兄弟呀、啊，举手之劳，何足挂齿啊！哎，孟公子，我看你画的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？哎，哎，是啊，我在哪儿见过他？是，思思姑娘，你看我画的像是你说的那个人吗？哦，我看一下，就是他。
就是他杀了羽扇人。雾狗，东青兄已带我前往联络我父，我需要先走一步赶往东钱湖，待料理完雾狗之事之后，我们约在涛家楼会面，届时希望我将喜儿平安带回。那就有劳您了。应该的，反倒是你与绣花妹子救出了思思，我还不知如何感谢。哎呀，都是自己人，干嘛那么见外哦？你放心，思思啊，我会帮你照顾。等我回来。这要小心。宝玉哥常跟我谈到仙儿的事儿，仙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呢？皮蛋哥，我听你的话，皮蛋哥也安。雪姑娘夜安，我回房睡觉去了。哼，皮蛋哥，他怎么知道我姓水啊？是啊，他怎么知道你姓？啊，刚才我叫你的时候，他听见了。哦，那他怎么知道你叫皮蛋哥啊？是啊。你看弄得我也是这个啊。对了，刚才你叫我皮蛋哥，他听见了。哦，那他是谁呀？你就当他是一盏灯吧。一盏灯啊，那我可是一把火。哎呀真是。皮蛋哥，仙儿。仙儿干什么你啊？啊，仙儿，仙儿，你打雷是吧？雷，怕雷！啊，给我过来！小花，哎呀，喂，仙儿不怕，仙儿不怕。我告诉你啊，你有没有羞耻心呢？啊，他是我丈夫，你抱着他干什么？你给我放手！我告诉你，小花，我今天就让我宰了你吧！你今天有点无理取闹，莫名其妙。哎，师傅，我莫名其妙，我看你是大事不妙。小花，你不是来真的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你老婆，我不要任何女孩子接近你，走开。就把话挑明了吧。什么？当初你三言两语跟我定下这个婚约的时候，你当着我的掌门师尊，你定下了什么条约？啊？你不是说过吗？双方合不来，随时可以走人。绣花，我觉得我和你合不来，就算我走人了，这也在情在理，请你不要再与我攀什么夫妻关系了。真是这样想的，仙儿，绣花姐没来得及送，可每年的这一天，绣花姐都会为你种下一棵柳树。你一定要变成一只蝴蝶，常来玩。我和仙儿虽然只有一面之缘，但是我看你们都这么难过，我想她一定是个叫人喜欢的女孩。纯洁善良无邪，就像一朵洁白无瑕的清莲。仙儿，他为我和冬青取回明月珠，却让自己从此不复明。
这就是仙儿替我和冬青取回的明月珠。冬青的意思是不希望仙儿的性命，只为成全我和他的婚姻。他希望我能将此珠以仙儿和傻妞的名义捐助浙西大涝及北京、山东、河南的饥荒灾民，让仙儿的善良布施于更多的人。大慈师父，这珠子就劳烦您替我们变卖了，捐往灾区，救助灾民。可是这珠子要是捐出去了，我们家小姐和孟公子的婚事不就无指望了吗？对呀，武姨，那你和孟冬青的将来怎么办呢？我想如果我和冬青真有将来的话，即使没有明月珠也无所谓，否则即使有千万颗也是枉然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我第一次见到少主的时候，你才四岁，我还抱过你。时间飞快啊，你看，我已经近五十的人了，我老了。一晃眼，好多年过去了。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有一次清明节，那时候我才六岁。您牵着我的手带我逛街，还在我的头上戴了几儿柳枝。你还记得？是啊，那是习俗啊，清明不戴柳，来日变黄狗，连小猫小狗的脖子上都戴着柳项圈呢。我记得那一天在城隍庙门口，我们碰上一对叫花的夫妇在叫唱。五叔，您还可曾记得？哦，记得记得。你还问我那花子唱的是什么，我便一一的解释给你听呢。啊，那五叔，你还记得他们唱的是什么歌吗？是不是一首叫做《勿作非为》的劝世歌？我记得他们开头唱的是本分，须守本分。这是为什么？有话明说吗？你叫我来有什么事情？于善人是不是你杀的？你杀了于善人，却又嫁罪于于家女朱思思。你个违反帮规、勾结恶吏，利用本帮水陆门道在各地运售唐台烟、谷子花糕等烟毒，可有？没有，全是无需所有。这是谁说的？我说的。还住！好你个雾狗，你吃了大胆药了，竟敢
冒我之名假传我令，四处掳掠男童，还勾结贪官贩卖烟毒祸害人。你这该死的东西！大哥，不要求饶，敢做敢当，直了腰杆受死吧！爹，不可，他还要为师子洗脱冤情呢。伤疤，不死，我还是自己给自己一个痛快吧。不可说，对不起了，宝玉，来年清明节替五狗叔坟上插一根柳，别让我来生别还口。凡凡寻找令尊性命伤及要害，我已叫车舵主将他赶紧送往吴磊寺清保乐大师医治，应该没有什么事情。至于和此事有关的几位证人，我也请挑舵主将他们暂时送往贵邦总舵，但你回去以后再处理吧。甚好。
待我到吴磊寺看过我爹伤势之后，再将有关人整押往县衙，为思思洗雪冤屈。可是此事牵连污点时，或许还直接关系到吴知县，我想须得慎思才好行事嘛。为了仙儿，我也不愿与吴知县有所冲突，但愿此事不要危及社稷才好。希儿，这段时日他们没有虐待你吗？怎么没有？饭不给我吃，连水都不给我喝。是啊，从来阉割之术，在刀子匠动刀的前三天都是完全不给受阉者任何饮食的。怎么会这个样子？他们把那个男童给阉了，还把人当作人吗？简直不是，太可恶了。最可恶的是那些地保家，为了他们要过尊贵的生活，才造成天下千千万万人夫人子的这个悲惨呢。可怜那些苦命的人，一生受尽于宫中，一年到头吃苦受累挨打受罪，所受的痛苦更甚于当时所受的宫刑，叫人瞧之鼻息啊。天下千千万万人妇人子的这个悲惨呢、啊、可怜那些苦命的人，一生受尽于宫中，一年到头吃苦受累挨打受罪，所受的痛苦更甚于当时所受的宫刑，叫人瞧之鼻息啊。走走，哎，人呢？在那儿，在里屋啊。这儿啊，怎么样？呦呵，怎么样，来几个？嗯，就他俩。好，走。哎，出去，走。嗯，这人世间也太不公平了，有人就像小青蛙，出生在富贵家里，小青蛙肚皮大大的，嘴也大大的，坐在天中央里不愁吃，生来就享福。有人呢就像那小蚯蚓。小蚯蚓？啊，小蚯蚓就像我们这些可怜人家的孩子，常常三餐都吃不饱，饿得全身发软，可怜兮兮的躺在土洞里，还要把我们这些小蚯蚓送到宫里腌成小太监，送到宫里让大小青蛙欺负，你说这公平吗？哼！如果有一天皇上能把小太子阉一次的话，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就再也不会找一些可怜虫去当小太监了。
怎么你哭了？我没哭，我没有哭，小虫子进眼睛里了，我来帮你吹吹。怎么样，好多了吧？好多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，咱们两个呀，这下子可是患难之交了。不过你别怕，我会照顾你的。咱们两个可是肝胆相照的铁哥们了。是啊。可怜的小秋姨还要被人抓去阉割成小宦官，送进那皇宫里，叫大小青蛙欺负，你说这公平吗？吉人天下，吉人天下，我们的太子就是吉人天下。太子？谁是太子啊？喜儿吗？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哎呀，行了，你们两个别胡说八道，耽误时间了，赶快去看看喜儿是否平安无恙啊。平常就看你跟那个朱喜儿叽里呱啦的，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你们爱演戏也不要演什么那个太子不太子的，你就不怕脑袋搬家呀？皮蛋哥，等我。这么重要的事做什么用的？喜儿，喜儿，喜儿，喜儿。想死我了，太子师傅，师妹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回来了，喜儿。不，我叫宝乐师傅帮我剃度，他不肯，我再也不要过帝王家的生活了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喜儿，瞧瞧这可怜的孩子，你看他受刺激受得多深呢。喜儿，我是，你不信？我就是前朝太子朱文奎啊。朱文奎？真的。你不叫朱文奎，你叫喜儿。你不信问傻妞。你这个蛋白质啊，谁相信你的话？太子师父，你是不是也知道我的身份？喜儿，不可胡言乱语，小心惹上杀身之祸。你听见了吗？连大慈师傅都叫你朱喜儿啊！你们不信，我有宝，我有证明我身份的宝，我的宝，我的宝不见了。喜儿，你的宝不就是你父母给你的生命吗？不就是你的肉身吗？不就是此刻正在纳土的呼吸吗？孩子，人生在世，只有生命才是最重要的，其他一切都是身外之物，你懂吗？从现在开始，你要把一切事物，包括所有的恩恩怨怨都扔掉，切莫再胡言乱语了。你要平平安安的活着，让你父母的在天之灵不要再为你操心，不要再为你担惊受怕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错了。我知道错了，大慈师父。哭吧，把所有的委屈都哭出来吧，毕竟是个孩子。
水姑娘，喜儿她只是受了惊吓，好好的睡上一觉就会没事的。是啊，大慈师父啊，喜儿能够平安的回到你的身旁，也多亏了菩萨保佑啊。谢谢。啊，对了，宝玉兄与我有约，要我在陶家楼见面。这次喜儿能平安回来，多亏了他的协助。啊，我这会儿就去陶家楼与他见面。劳驾孟公子在喜儿醒来之后，再带着他们过去吧。好啊。哎，我也要跟你一块儿去。不行啊，喜儿还没醒呢。哎，放心，他们那么多人在呢。我又怕你扔下我不管。哈，大慈师父，没事的。你和水姑娘先去，等喜儿醒了之后呢，我们随后赶到。哎，谢谢孟公子啊。哎，自己人何须客套啊。啊，我看还是这样吧。思思姑娘呢，肯定急着要与宝玉见面，二位还是先带着思思姑娘一道去吧。啊，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，我早去晚去都一样的。哎呦，你就别害臊了，走了走了走了。皇上怎么就不见了呢？哎呀，他一个人也不知道扮什么身份，在咱们管辖的县境内暗访，对，得关照关照咱们手底下的各个行当，是是是，千万要小心提防啊！对对对对，一定要把事情办好。如果是金子，一定可以换不少钱。小孩子哪来的金子？去，这是我的。嗯，皇太子亲买之宝。你是这宝？那宝是我的。啊！哎呀，叩见太子殿下，千岁千岁千千岁呀！卑职慈禧知县无能，叩见太子殿下。啊，这个小孩是皇太子啊？不可能，他是个卖报的小童啊。哎，会不会是什么皇太子微服暗访民间啊？哎，哎，对对对对，不是说什么明朝的皇帝驾临本地吗？那皇太子在这儿出现也是应该的嘛。对呀。圣上昨夜一铸币币献牙，卑职正心想太子殿下治人治孝，一定会龙井随驾一道前来，不想果真在此巧逢殿下，真是何其有幸。说啥呀，听不懂啊。啊，哎，太子，太子，殿下，怎么了？不对呀。据我所知，皇太子朱高炽如今约莫25、26的年纪，怎么会是这么大点的小孩啊？对呀，皇上去年得位，今年府历年号，尚未册立太子，不是吗？好啊，上回有人冒充巡按御史和锦衣校尉上咱们县衙诈财，对，这回就连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也敢来行骗县官，对，我非叫他瘪了屁股九族升天不可。没错，走走。请问去陶家楼怎么走？陶家楼啊，我们正好也要去陶家楼。那我们正好顺路。是是。没事没事，走。你有钱吗？啊，有，跟我来。那个人的菠萝壶全都给我买下来。好，我就去买。不可能啊，万一他真是太子呢？按照律法依规矩，臣民只认印信不认人的，如今他身上带着皇太子的宝，会不会是刚被册立为太子而我们不知道啊？不可能啊，他
太祖皇帝制定的皇明祖训，明明白白的规定着皇位继承须以嫡母长子为先呢。如今的皇长子是朱高炽，又怎么会轮到这小子呢？难说难说，当今皇上还不是违背祖训，不尊嫡系，硬抢他侄子的皇位？说不定几个年长的皇子如今接不得宠，所以就偏偏立他为皇太子。也是，也不无可能啊，是吧？咱们这一胡来，脑袋可就搬家了，九族就升天了。那再机巧的试探一试，对，不过要十分小心，否则随时准备着落户丰都城。坐坐坐，先一点茶。哎呀，喝什么茶呀，都快饿死了。哎，快点找点吃的吧，胃都快磨穿了。哎，烦劳几位替我带路啊，无以回报，这顿饭就由我做东了。哦，不不不，我们也只是顺路把您带到这儿的，怎么好劳您破费呢？再说了，我们在这儿还和人有约呢。啊，还有朋友，那就一并请过来就是了。哎，这么说定了，这顿饭呢谁都不能跟我抢着做东。哎呀，罢了罢了，人家说四海之内皆兄弟，就算结交个新朋友嘛。他要做东，你就让他做东嘛。哎，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哎，伙计，来来来，来了。哎，几位客官，您要用点什么？我们的，哦，我们先问问苦主啊。哎，兄弟，你是哪里人呢？什么信仰啊？什么族别呀？你问这干嘛？哎呀，尊重你的饮食习惯嘛。你如果是回族呢，信奉伊斯兰教，我们就不帮你点猪肉、驴肉、畜生血、茴香菜啊。那你如果是蒙藏，信奉喇嘛教呢，我就不帮你点鱼虾、糖醋菜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我嘛，没什么顾忌，只要是好吃的，我都吃。什么都吃啊？什么都吃，包龙烹凤也吃啊。哎呦。包龙烹凤有什么了不起的？那个呀，是白痴皇帝才吃的东西。哎，这样龙凤可以包烹吗？哼，有才怪！民间所谓的包龙烹凤呢，多半是蛇肉跟鸡肉。白痴皇帝啊，所谓的那个龙凤啊，就是白马跟雄雉鸡嘛。那有什么稀罕的？既不稀罕，也不好吃。宰白马吃啊，这马肉胆酸，不及牛肉适口。只有笨蛋皇帝才吃这种东西，对不对？啊，是是是，哎，看你们这儿有什么拿手的好菜，都拿上来，我都吃。好嘞。哎，等等。啊，哟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哎，确定你出钱喽？是啊，说好我做东吗？哎，那就要主随客意，我们这儿呢有个吃全素的哦。哎，是是是，您要点点什么？我随意上一小碟素菜，再来碗糙米饭就得了。哎，我们这儿有素食大餐呢。啊，不必了，这就可以了。那这几位呢？啊，姑娘想吃点什么？都可以。哎，不可以，有我在呢，这吃的就不能随便。听着啊，先来个皮蛋。皮蛋？点菜呢？这个皮蛋呢，和蛋黄来个双蒸豆腐。哈，双蒸豆腐啊？哎，这个皮蛋呢，得先在那个浆水里头先泡过、洗过，才能够去除碱味儿，然后呢，才容易切哦。哎呀，是是是，哎，行家，您真是行家，多谢姑娘啊。哎，还有呢，这个接下来呢，我告诉你啊，接下来应该是这样做的：皮蛋、皮蛋加皮蛋，再加上咸鸭蛋，再加上松花蛋，再加上……啊，殿下，这是本县最气派的大酒楼。包家楼，你吃吃看，我去再换别家。是是是是，请请。他这个玩意儿，能读得出这个"涛"字的还真不多啊。嗯，看他穿的这般破烂，不像是家里有钱能供他读书的，所以更加有可能，他便是皇太子。嗯。
我看还是不像。嗯，来，进去看看。来。殿下，您看搁那儿行吗？嗯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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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让开，去。殿下，您看搁什么地方好呢？还是锅帽吧。哎，好好好好好。让开。哎呦，哎呦，领工来了，领工，来来来，您请上座吧。哎，殿下，您请上座。嗯嗯，殿下。这位是没你的事儿，你把最好的山珍海味、珍馐佳肴端上来，要快。殿下，哎，不行不行，这菜呀，都太油了，太油了，太咸了。对吃的东西不能太挑剔，能饱腹就是福啊。哎，你这话不对。为什么？哎，那吃要不讲究，那和猪狗用食有什么区别？就是嘛。人讲究吃，无非是满足自己的嘴馋，这嘴馋和诸葛又有什么差别呢？这富足才能嘴馋呢、啊、哎，你说饱腹是福啊，这个嘴馋便是上等的饱腹，也是更好的福啊。刚好比更好好，刚好岂不是最好吗？哪来的僧人啊，听他说教。更何况这山珍海味都是杀生，吃起来阿弥陀佛，还是这素菜好。嗯，我就吃这个。也许有一天你们忽然发现，这些菜叶菜梗果根的比什么动物都怕痛，你们谁能懂？谁懂？孟兄啊，既然是你请客，那咱们就选这一家吧。哎，你们快看快看啊，号家楼怎么这么怪呀、啊、大笨蛋，这个不读号。哦哦，石家楼，这也不读石，这读涛。涛家楼，快请您请。哎，孟兄、啊、你发现没有，这傻妞对喜儿好像比对她师父水姑娘还好啊。是啊，我也觉得有些奇怪的，这喜儿是什么身份？如何告诉你，我受折磨的心，因为爱着你，为爱而恐惧。什么是真爱？有没有期待？靠近你身边，温柔又心甜。爱曾经那么的冷，爱曾经那么的疼，我总是绝望的绝望的等，希望有个人来爱，付出了又怕伤害，只好拼命把爱藏起。